好，现在要看到的是来自英国的全国冠军迈克科尔，他在过去10年都是英国的全国冠军，所以呢在这么多年当中一直是代表英国参加世界锦标赛，最好成绩是去年排名第14位，他也比过温哥华冬奥会，获得第29名。本赛季的自由滑音乐来自于美国小提琴家约夏贝尔的情歌。英国选手
24岁的麦克科尔。这套动作滑得很不好，大部分的三周都跳成了两周，那么还有一个后边计划三周起空了，只有一周。这样的话呢，他的原计划分值和他实际上能够拿到的分值丢掉的可能有60%左右，都不止，因为还要分值下来了60%，还要在他的执行分上再给他减分。来看一下他的刚才勾手跳出了状况，空中就收了，这是浮冰的那一个后外点冰三周。本来是要做飞利浦三周，最后外点冰两周，再进后外点冰两周的，但是他把这个动作做成了连续跳，而且还不能够按原计划把周数做够。相对来说完成的比较好的是最后一个连续跳，阿克萨两周及阿克萨两周的连续跳。节目内容分不是不重要，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，即使是非常有名的选手，即使是在世界上排名前三前四的选手，如果跳跃出了问题，那什么都不用再说了，他的分数一下就能直接就掉到10名左右，更不要说本身难度就不是很大的运动员了。只有实力相当，大家都把跳跃做好了的情况下，才能去比节目内容分。因为节目内容分它是有固定的档次的，在裁判的印象当中，你的这一个赛季节目内容分起伏不会相差5分，但技术分就不是了。技术分主每一场比赛根据你实际跳跃完成质量来打，所以很可能你今年的排名是第一，但是出了大的状况，那可能就直接掉到，就技术分损失掉10几20分的话，就直接就掉到10名以后。她2008年5月份嫁给了比利时的滑冰选手凯文。技术分33.55，节目内容分42.22，得到了75.77分。在出场的6位选手当中，自由滑成绩垫底，总分是121.76，目前排名第6位。